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，迎接那崭新的明天。叶嘉轩老师，都这样的就在这样拿第四名了，从头到尾对是会扣分的。哇，你这个这样的水准拿第四名啊。好，第二回去做好，已经好了，我先啊。好，你们都可以。好，我刚刚看他这样玩脱掉了。但现在我发现了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那个中山装比你的造型服好看多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蓝的那一件好看。好，谢谢谢谢啊，那你也抽一个。好了，我来抽了，好难哦，好恐怖哦。五，看到音乐之后的五秒，要记得找道具哦。你把我灌醉，你把我灌醉，四三二。这个分数很高，这个分数很高。哦，冠军相有冠军相哦，真的哦。哎，你那个真的是很有味道。我刚刚就一直在看这胡子，我超想粘。可是有点不粘，对不对？对。两边，哇，哎，蛮好看的其实。好，好潮哦。刚刚大家知道我儿子长得像蜡笔小新了吧？这个比原本的眉毛好看。我儿子的眉毛这么粗。远远看就是脸上这两坨毛，很有气势哎，很有气势，不要拔哦，不要拔掉。该谁？好，谢谢张明晶，下一个就是吴学瑞了。好。哦，你抽的。好，那就这个好了。One。头仔睡。暗桃啊，追击李炳辉来喽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。
哦耶，肯定过了。怎么这样？哎呦，总算该你了吧？你要留他破底是吧？你看一下，你看这是什么歌？是什么？你最喜欢的？我不要你调啊！你六的。哦，对对对，可以可以。加油！没有的，淘汰了的魔鬼。大家好，我是吴白。去国外深造，再出来大家服务。我想要接一支叔叔的广告，200万改到我小快困。谢谢。太棒了！你看到有毛的就想乱动？没有，很漂亮。夹住。好巧哦！哇！是你的尴尬，这里有点默契。2 1 ，Let's go！ 呜啦啦啦，我真的。哎呦，好！哎，这个画面他演唱会拿去播。一起来！